家己国际世足会和日本的岸和田中央狮子会30多年来联合举办着中日艺术的文化交流。伫今日在家己公园举办的公园画画和破坏国小的写书法学堂，超过1000人，经选出着优秀的作品，将送到日本来交流展出。嘉义国际世足会中日艺术文化交流，为为着选在500年历史风景秀丽、题材丰富的嘉义公园来举行。嘉义世足会会长林新宏表示，嘉义最伟大画家陈定波也真介意伫嘉义公园来画画，这是培养画画艺术的好所在。对，咱的嘉义吼有名的这个画家吼陈澄波先生吼，啊，拢在这里画图。啊，阮家己西主会吼，就是希望讲来培养哦，更加好的一个哦囡仔吼，啊，或者个艺术天分哦，啊来上到国外去一个参展，安尼谢谢。今仔日来画图比赛的小朋友非常多，有阿公笑甲真欢喜，背着孙仔来遮画图。伫小西湖边，还佫有妈妈背着查囝慢慢来画。伫咧红砖走廊的下骹座位的小朋友，有爸爸陪着。因有信心会用参加到日本去交流。有这个小朋友吼，啊，为低年级、中年级、高年级，哦，安尼陆续啊，6档拢来参加阮这个活动吼，啊，实在讲的是非常真有意义啦吼。啊，这个活动啊，来参加的小朋友吼，啊，那是咱的前3名哦，那种上伊这个奖品甲奖状吼，啊，那是优秀的一个作品吼，咱来上加。咱嘉义狮子会吼，啊，离这个日本吼，四国金枝狮子会吼，啊，姊妹会的这个交流吼，好去参展吼，啊，真正是一个中日文化交流哈，啊，做好这个。嘉义国际狮子会所举办的画画比赛，要选拔出最优秀的前几名作品，会用送到日本，经由岸和田中央狮子会展出，来做文化的交流，把我们嘉义的美啊。传到日本去啊，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嘉义狮子会。嘉义国际狮子会希望伫咧提升这优良中立艺术文化的传统，打造交流平台，和小朋友培养艺术能量，要让这30多年来两地坚实的友谊，经由艺术文化传统交流持续百年。世新新闻蔡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。